决定自杀那天，我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找到了在坐牢期间唯一帮过我的人，将所有身家留给了他。第二件事，将儿子的骨灰撒进了海里。第三件事，我爬上了柳氏集团99楼的天台，拨通了柳如烟的电话。我的孩子死了。电话那头仿佛沉默了一瞬，下一秒，柳如烟的声音再次毫不在意的传来：死了就死了，早该死了；死了就死了，早该死了。这就是柳如烟的反应。贺强笑了，笑出泪来。他叫安安，今年八岁了。刚刚出生的时候，他只有4斤，手很小，脚也很小。可我抱着他，就像是抱着我的全世界。他很聪明，还没到半岁的时候就会坐，7个月会爬，9个月的时候就会走路了。他的眼睛很大，很喜欢吃糖，每次对叔叔阿姨都很有礼貌。只要看见过他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被人从我身边抱走的时候，他也很乖，不哭不闹，反倒是我哭得撕心裂肺的。他还反过来帮我擦眼泪，说爸爸，我等你来接我。够了。柳如烟嗓音冰冷，甚至带着点不耐烦，显然是没有任何心思听下去。你打电话过来就是为了和我说这些？那你找错人了，死了就死了，赶紧滚回来继续上班。说完他就要挂断电话，贺强却再次开口，声音很轻，却犹如一道惊雷轰然投下。我只会跟你说，因为安安就是你的儿子。电话那头犹如被按下静音键，陷入长久的沉默，但依然能听见柳如烟陡然变得急促的呼吸声。不知过了多久，他的声音厉声传来：贺强，你在胡说什么？他连呼吸都乱了，你在哪里？立马给我滚回来，把事情解释清楚。贺强语气格外的平静：我有没有胡说，以后你会知道的。我到底有没有害死伊藤城，以后你也会知道的。从今天开始的每一夜，你又会不会后悔到撕心裂肺，以后你都会知道的。贺强，我问你在哪里。柳如烟坐在车内，声音激进爆吼。这时电话里再次传来他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我看见你的车了。柳如烟一怔，忽然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呼呼的风声，那么大的风只有顶楼才有。他心里一慌，刚要开口，电话那头的声音却带着一丝解脱和决然：柳如烟，别急，我马上就来见你，抬头好好看看我。柳如烟喉头一紧，就在他抬头的瞬间，下一秒钟仿佛有什么重物从最高处坠落，重重砸在他车前，鲜血喷溅了整个车窗，仿佛被人掐住了心脏，又在一瞬间捏爆。那一刻耳边响起此起彼伏的死人了的尖叫声，让他近乎昏厥。他缓缓打开车门，看见贺强就这样决绝地从99楼一跃而下，鲜血蔓延一地，刺红了他的眼，会传来路人惊恐的尖叫声。柳如烟站在俱乐部楼下，手上还保持着将手机放在耳边的姿势，娇小的身形僵住，一动不动，周围早就乱成了一团，嘈杂声、尖叫声、奔跑声层出不穷，不绝于耳。可柳如烟已经什么都听不到了。在贺强翻身跃下的那一刻，他就犹如梦魇一样被定在了当地，耳边传来砰的一声巨响，那是贺强重重摔击在地面的声音。在今天之前，柳如烟从不知道一个人摔在地面竟然会有这么重的声音，一下又一下，久久在他的心中重复回荡，如同石块一般在胸腔撞击，撞击的五脏六腑几乎要开裂，要出血。贺强跳楼了，那个赶也赶不走，骂也骂不走，追在他身后爱了他整整10年的贺强竟然跳了楼，用这种方式离开他。这么触目惊心的一个认知席卷了他的全身。柳如烟并不是怕冷的，但此刻心脏像是突然坠入了最深的海底，黑暗而阴冷，他几乎动弹不得，连手指都变得冰凉。明明整个世界都空白了，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可渐行渐远的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充满着青春和活力的声音。男孩手举着横幅，笑意盈盈的在舞台下给他加油：如烟，如烟，你最棒。仿佛从很早很早开始，他就已经成了贺强的全部，甚至就连伊藤城对他表达出的爱意也没他的身。可明明最先和他纠缠上的是伊藤城，那是一场很大的宴会，伊藤城不慎落水，被陪着父母去参加晚宴的他顺手就擒，不过是举手之劳。可他永远也忘不了他那双迷路一样的眼睛，湿漉漉的，让人油然而生出想要占有的欲望。只是一面，他就足足记挂好几年，永远也忘不了。甚至他还动用了柳家的势力，想要将那个小男孩找出来。终于，伊藤城再次回到他面前，而贺强就像是他和伊藤城生命中出现的一个莫名插曲。他喜欢他，比喜欢他自己的生命还要喜欢他。同见他的第一眼就毫不掩饰，一颗心完完全全摊开来，那双爱慕着他的眼睛里盛满了新年。柳如烟本以为是小男孩情窦初开，过个一段时间就会好转，可没想到他对他的爱意不仅没减，反而是与日俱增的增多，演变到最后，为了得到他，甚至不惜逼死伊藤城。所以他反感他的自私，讨厌他的卑劣，甚至恨他入骨，但他从没想过要让他死。可现在他简直无法形容现在的感觉，他疯了，简直是疯了吧，他竟然敢死。而在这个时间，他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都是该结束的时候结束。休想，他怎么敢死，怎么敢以这种方式离开他，他怎敢。整个大脑轰的一下子炸开了，柳如烟猛地将手机摔在地上，仿佛只能这样才能稍微让自己清醒一点，缓解内心那种惊恐到极致的慌张，疯狂地拨开人群，娇小的身躯挤了进去，红色的鲜血顺着坠楼的方向不断蔓延。贺强安静地趴在地上，那样子又何止是一个触目惊心可以形容，柳如烟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这比他卑劣的做那些事情的样子还要让他震动，心脏像被挖了一个大洞，一呼一吸都牵扯着血肉神经，让他痛得几乎说不出话。醒醒，醒醒，听到没？柳如烟叫着他的名字，就好像他现在不过是睡着了而已，只要梦做完了，他自然就会醒来。贺强，别装了，我再给你3秒钟，你如果不起来。柳如烟使出杀手锏，可怀里的男人合上眼睛，没有给他一丝一毫的回应。他也才陡然惊觉，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威胁他的了。他的父母死了，孩子也死了，都是被他害死的，像是有一根长针从头到脚的扎进了他的身体里。他颤抖着嘴唇，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他好像丢失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他想起身去寻找，可是没有了，失去了就是失去了，他什么都找不到了，心痛到难以呼吸。如果不是没有流血，柳如烟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往他身上插了一把刀，不然他怎么会因为贺强的死而心痛成这样。不，他不准他死，做了那么多的坏事，这个男人他还没折磨够他，他怎么能死。
想到这儿，方才他径直从高楼坠下给他冲散的理智也瞬间回笼，柳如烟抱起贺浅，用尽最快的速度疯狂地往医院大门跑。谁都没看过柳如烟那样疯狂的样子，抱着个血肉模糊的男人跑进来，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被吓了一跳，一个娇小的女人竟能抱起一个男人。他大吼，救他，快给我救他，那样的惨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无生还可能性了。但医生和护士不敢惹怒柳如烟，忙不迭地拿来担架将贺强推进急诊室。果然过了不到半个小时，医生就从急诊室走出来，艰难地和柳如烟说，抱歉柳小姐，我们已经尽力了，人已经当场断气，请准备后事吧。你他妈放屁！柳如烟勃然大怒，竟是完全不肯相信这个诊断结果。明明我送过来的时候他的体温还是热的，怎么说没生命特征就没生命特征？庸医，你到底会不会看病？知不知道什么叫做起死回生？真是难以置信。以前总认为这个可恨的男人在他心里没有一丁点地位，可他真正出了事，柳如烟整个人都在咆哮，仿佛整个世界都坍塌了，整个身体都在痉挛。怎么会痛成这样？他恨不得咆哮，恨不得大叫，恨不得将整个医院砸掉。如果这样就能换回躺在病床上的那个男人睁开眼睛，对他笑一笑。柳小姐，医生早就被吓坏了，身子止不住的发着抖。贺先生是真的已经去世了，就在十分钟前。请您节哀，请节哀。这句话是多么的触目惊心。柳如烟上一次听到还是在奶奶去世的时候，父母从小到与柳氏集团，奶奶是在她寡淡的亲情中给她最多关爱的人。最亲爱的奶奶去世了，没有谁会比她痛。可她已经长大，不能再像小时候一样肆无忌惮地流露出悲痛到极致的情绪，那种感觉还真是难受。唯独有一个人用那颗柔软的心看穿了她，不顾一切地翘了一整天的课，她从学校的高墙中翻出来，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身上的校服被围栏活生生割破几道口子，露出里面因为翻墙被擦破的肌肤，唇角扯出一抹笑。她冲过来抱住她，最让她疼的是她说的话。她说，如烟，你还有我，你就当做奶奶把你托付给我，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亲人，我会永远疼你爱你，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真是可笑，真是可笑，这个世界上又怎么会有这么不顾一切的爱？爱得像个疯子一样，爱一个人比爱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可他却仿佛在用毕生证明这一点。医生被吓得不轻，立马颤颤巍巍地吩咐护士，叫颜如玉医生，快叫颜如玉医生来。颜如玉飞快赶来，先是给了柳如烟一巴掌，大骂柳如烟，你特么王八蛋，就匆匆赶进去救人。整整三个小时，柳如烟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手术室明明是关着门的，她却时不时能听到从里面传来的护士劝说声，严医生死了，病人已经死，已经没有呼吸了，严医生你冷静一点，就不活了。从没有一刻柳如烟那么想要捂住自己的耳朵。颜如玉满脸清白的从手术室出来时，柳如烟疼得一下站起来，两人长久的对视过来。过了好久，颜如玉才指了指手术门的位置。柳如烟向来独裁，但此刻却控制不住双脚，犹如一个傀儡一样的站了过去，一眼就看到那个整整贯穿了他记忆十年的人。他摔得好重，脸上全都是血，整个人都已经血肉模糊，根本看不清原来的模样。柳如烟，我尽全力了，他死了就不活了。颜如玉道，满意吗？柳如烟瞳孔一缩，呼吸陡然变得急促。什么叫死了？短短半个小时内，这已经是第二个人说贺强已经死了。哈，我这个问题问得太愚蠢了，你应该很满意才对吧？毕竟从今往后他再也不会纠缠你了。颜如玉笑了，开心吧，满意吧，今晚要不要组个酒局，开瓶红酒庆祝一下？柳如烟心脏颤动着，开心吗？不，一点也不。可这才该是他正常的反应，这个卑鄙的男人直接跳楼死在了他面前，他的确应该如颜如玉所言，回去开瓶红酒组个酒局庆祝才对。可为什么他会这么难受？是难受，他竟然在为这个男人难受。怎么了？别露出这种表情啊，柳如烟，你应该笑才对，你不是一直都很不喜欢他的吗？这下好了，他死了去见了阎王，一辈子都不会缠着你。柳如烟，你知不知道你这辈子最恨的人都为了你做了些什么？明明讨厌理科，为了你他学了理科，每天泡在题海里就为了你能多看他一眼。明明害怕狗，可每次去柳家，当你家那条大狗朝他扑过来时，他都要强装镇定，就为了怕你会因为而厌恶他。知道你喜欢独立自信的男生，他每天都起个大早去跑步、学跳舞、学钢琴、学画画。明明是一颗干净明亮的心给了你，结果却被你给得一文不值。柳如烟，十年就算是条狗也该有感情了，可你是怎么对他的？你对他弃之敝履，你对他比对一条狗还不如。颜如玉终于大吼出声，抬手就是一巴掌扇过去。柳如烟身子僵硬到极致，竟然也没躲，硬生生的挨了那一巴掌，鲜血瞬间模糊了眼睛，刹那间他仿佛什么都看不清，只剩下疼。颜如玉愤怒至极，揪着他的衣领，硬生生将他拖到手术室前，逼着他看清楚手术台上那个血肉模糊的人影，脸上都是血，身上也都是血。颜如玉松开他，接连后退了几步，冲着他笑。柳如烟，我知道你一定很开心，因为你终于亲手害死了全天下最爱你的男人。说完，颜如玉又是一巴掌扇过去，一眼都不再看他，转身离去，大脑一片空白，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柳如烟正在当地，她背起贺强飞奔出医院，通知秘书准备好直升飞机，她要立刻飞往美国。国内治不好，那她就去国外，如果国外也不行，那她就带着这个男人跑遍全世界。她就不信偌大的世界会没有一个医生能妙手回春。可好不容易飞到美国，医生的诊断再次让她从天堂坠到地狱。那位据说是美国最得力的脑科医生从手术室出来，遗憾地摇着头，用流利的英文跟她说道，抱歉柳小姐，贺先生早就没有心跳，已经回天无力了。希望轰然坍塌是什么滋味，天之娇女柳如烟第一次体会到，她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什么叫做没有心跳？什么叫做回天无力？柳如烟歇斯底里，短短一天已经数不清有多人跟她说贺强彻底没救了，他根本就没有死，能救为什么不救？治不好竟然就说他已经死了。庸医，你们这群庸医，我要去告你们。柳如烟那盛怒而又绝望的样子让医生心头一惊，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柳如烟就已经冲进了手术室，再次将贺强带走。这个医院不行，那就再换一家，总会有一家能够把这个男人救回来。如果是以前，柳如烟绝对不信，
他的执念竟然会深到这种地步，像是疯了一样。他带着贺强的尸体把美国的每个医院都跑了个遍，每个名医都找了个遍。短短一天之内，谁都知道有一个中国来的女人情根深种，不敢相信自己的男人已经死了的事实，深情到费尽一切也要救活他。不，他对贺强根本就没有情，他只不过是一个恶毒可恨，一个最让他看不起的男人。他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伊藤诚，可连柳如烟自己都无法解释他的这份疯狂。他不顾一切的样子就像个地狱里的魔鬼，脑海里甚至闪过一个触目惊心的念头，如果一直没人救活他，他不惜带着这具尸体跑遍全世界，跑上一辈子，总会碰到一个人能救活他。直到柳家老爷子气急败坏地赶过来，那已经是三天后的事情。柳如烟再次怒意滔天地砸掉一个手术室，背起手术台上的贺强就准备去另一个医院。混账！柳家老爷子气得不轻，狠狠一管杖打在他身上。人在的时候你不珍惜，人都死了你发什么疯？从小到大，这个孙女一直都是他的骄傲。这是第一次，柳老爷子见他疯狂成这样。我没有疯。柳如烟额头青筋暴起，一双好看的深眸因为三天来没日没夜的奔波布满了红色的血丝。爷爷，您不要阻止我，我一定要救回贺强。他做了那么多卑鄙的事情，欠了我那么多，没有我的允许他怎么敢死？他欠了你什么？柳家老爷子被气晕了，当时就气急败坏地吼回去，你个孽障，我今天就在这明明白白告诉你，贺强那孩子没有一点欠你的，是你，是我们柳家欠了他一条命。平地一声雷，柳如烟被炸得血肉模糊，他喉咙干涩到了极点。你说什么？什么叫他和柳家欠了他一条命？当年你被绑架，绑匪放了火，我们整个柳家都急疯了，是贺强那孩子不顾一切冲进火灾里把你救了出来。从那天起，他身上就留了一道很难看的疤。刘老爷子说着，只要想着贺强受过的那些苦，声音都不由得颤了。你那么不喜欢贺强那孩子，所以在得知你把救你的人认成伊藤诚的时候，我要去澄清。他还拦住了我，说这些小事不值一提，他不想让这些事情影响到你感情的决定。像他这么善良的人，又怎么可能去推伊藤诚？我已经不记得我跟你说了多少遍，这件事一定有隐情，可你就像疯了一样，非要把这孩子送进牢中，连我都阻止不了。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呀。报应，这就是报应啊。轰，眼前的一切仿佛都错了位。不可能，怎么可能？柳如烟全身的力气都仿佛被抽光，她不可置信地往后退，一张冰冷的绝世容颜写满了惊慌和震愕。爷爷，你在骗我！柳老爷子看着这个孙女，又痛又怒，我是不是在骗你？你让人去查查，一切就都清楚了。说罢，柳老爷子摇摇头，拄着拐杖背影苍老的离去。柳如烟只觉得自己大脑都无法正常运转了，颤抖着双手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查，当年的事情，给我重新查。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看到结果的那一刹那，柳如烟只觉天崩地裂。伊藤诚不是曾经的那个小男孩，贺强才是。当年在火海中不顾性命救他的人不是伊藤诚，而是贺强。而且伊藤诚当初坠海也只是因为想栽赃陷害贺强，可他自己也没想到只是一场栽赃陷害的戏码，最后却会因防护措施做得不恰当酿成惨剧。更让他受不了的是，原来那个叫安安的孩子真的是他的，他没有说谎。这么多的真相迎面重重砸击而来，那一刻整个房子都在天旋地转。柳如烟试着站起身，可没用，整个世界也都在天旋地转。他好像陷进了一个名叫痛苦的深渊中，怎么也出不来。他靠着墙，心脏像是被人用铁锥活生生凿出一个大洞，呼吸和手指都在颤动，手机掉在地上，像是他慢慢对他消散殆尽的爱意。他捡起来却捡不住，原来心痛是这种感觉，每一根汗毛都变成了细细麻麻的长针，密密麻麻的顺着每个毛孔狠狠地扎遍全身。贺强跟在他身后十年，也爱了他十年，原本以为他只不过是一粒尘埃，落到他身上时他根本懒得理会，可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粒尘埃早就深深植入他骨血里。因为是尘埃，他根本就没有发觉，直到被人突然用刀子连皮带肉的弯掉，他才惊慌失措，哄到想去找却再也找不到，只看到鲜血淋漓，不能直视，痛极了。柳如烟捧着手机靠在墙面上，心痛到难以呼吸。他以为当年救的小男孩是伊藤诚，所以才去靠近伊藤诚。他以为当年他喝醉酒药的男孩也是伊藤诚，所以才发誓要一辈子保护他。可原来从一开始就错了，一步错，步步错。他想要找的人，他真正爱的人，早就被他伤得肝肠寸断，伤痕累累。此刻终于真相大白，可他却带着一身的决绝，带着对他十年的爱意，孤注一掷的从高楼坠下，用这样惨烈的方式告诉他，爱人好累啊。柳如烟，下辈子我再也不要爱人了。谁能来告诉他，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他们怎么敢这么对他？将心脏活活挖出来，再用尖刀刀片一片片的削割他，也不过如此。他得知了真相，而他却早就死了。柳如烟踉跄地站起身，扶着墙壁朝手术室的那具冰冷的尸体走去，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他躺在那睡得极其的安详。这十年，他终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彻彻底底地做了一个了断，白茫茫落了个干净，什么都没有留下，四肢百骸都在叫嚣、抽搐，仿佛身体被掏空了一个大洞。怕真的嗓眼一甜，会吐出一口血来。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你站在我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没有经历过生死，否则他一定就可以懂得，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最痛的距离，莫过于四个字：阴阳相隔。最后，贺强还是没有被救活。柳如烟坐在停尸间，足足守了贺强的尸体一夜，谁也不知道那一晚上他到底说了什么，又到底做了什么。只知道那天晚上整个医院停尸间都飘荡着女人的哭声。柳家即将举行一场盛大婚礼，婚礼的规模很是豪华，场地也定在了号称最浪漫的圣地云之岛，采用最顶级的婚礼设计团队打造了一场令人啧啧称叹、美妙绝伦的婚礼。一切都是完美的，除了新郎是个死人。礼堂外飘满了粉色气球，而礼堂内柳如烟风神俊马，那原本站着新郎的位置放着一具棺木，里面躺着捧着鲜花的贺强，坐在台下的宾客纷纷大气都不敢出一口，直到远处的敲钟声响起，众人哗然。柳家大小姐，这是疯了吧？神父主持过那么多场婚礼，这是第一次主持活人与死人的婚礼，说不惊骇是不可能的。但柳如烟是什么人？就算他真的要做这么惊世骇俗的事情，又有谁敢阻止？于是神父稳了稳心神，开始宣读誓词。柳小姐，请你是否愿意贺强先生成为你的丈夫？
与他缔结婚约，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或任何其他理由，都爱他，照料他，尊重他，接纳他，永远对他忠贞不渝，直至生命尽头。所有人都盯着那个盛世美颜的女人，眼睁睁看着她走到那副水晶棺材前，牵起那具无疑是尸体的男人手，放在唇边轻轻一吻，动作温柔，眼神深情。我愿意。以前阿强在的时候，他从没有过片刻的珍惜，现在他不在了，他痛不欲生的恨不得让时光倒流。如果时光能倒流，他一定什么都听他的。如果时光能倒流，他一定会好好对她。如果时光能倒流，他一定会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将真爱的他用力揽入怀中。阿强，对不起，我欠你的婚礼终于不敬你了，哪怕太迟了。随着我愿意那三个字落下，唯美的音乐声响起，天上的粉色气球在礼堂外飞舞，情深缘浅，阴阳相隔。这场婚礼轰动了全城，远在国外的刘老爷子听到这个消息匆匆赶回来，落地的那一瞬差些气晕了。只因这么大的荒唐过后，柳如烟做得更出格，她竟然要和贺强圆房。如果是以前，她一定开心，因为柳如烟终于开窍了，她也可以赶在半截身子都入土之前抱上孙子了。但现在贺强都已经死了，他却像是疯了一样举办了一场盛世的阴阳婚礼，还说要和贺强共度一生。刘老爷子派了上十个保镖钳制住他，甚至连家法都拿出来了，也没能阻挡他要奔去柳宅新房的决心。他被打得浑身是血，跪在地上，神情却不卑不亢。爷爷，如果打够了就请快点放我走，阿强还在新房等我。刘老爷子气急败坏地捂住胸口，这个孽障是疯了吧，我今天就算打死你这个孽障也绝对不会放你走。你现在为他要死要活，之前又干嘛去了？柳如烟，我今天再明明白白告诉你一遍，他已经死了，被你害得从天台上跳下来，整个人摔得血肉模糊。你想和他圆房，有没有问过他同不同意？你今天想走，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柳如烟深深吸了一口气，眼眶早就红得不像话。以前的事情是他错，是他对不起他，如果阿强拒绝他也是理所应当，可是他却宁愿他能醒过来和他说说话，骂骂他，不要像现在这样，他连摸他一下都心痛到难以自抑。刘老爷子的拐杖重重打在他脸上，他跪在地上啐出一口血。爷爷，我可以今天不去和阿强圆房，这些年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耗在了我身上，明明有很多想去的地方，但男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十年光阴，他全都义无反顾地扑在我身上。他的脸伤了，我会去找最好的医生把他的脸治好，然后带他去环游世界。爷爷，你以前也是很疼爱阿强的，这是我唯一的请求，放我离开吧。前二十多年他为柳家而活，下一辈子就让他为阿强而活。刘老爷子被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又是一拐杖打在柳如烟的脸上，踉跄离去。柳如烟亲自去了一趟美国，那有一个医术极其高超的整形医生，据说只要是在他手上动过手术的，哪怕连毁的父母都不认识，他也能重新给他恢复容貌。只是他早在一年前就已经不愿再动手术，手艺高的人总是如此，不然不会有三顾茅庐这种词。但呼风唤雨的柳如烟终究是请到了，费尽无数心力和金钱，对方这才答应来港城为他贺强进行容貌恢复。坐在直升机上，柳如烟的心里有着多年来第一次的期待和心愿，很快他就可以再次见到阿强了。他不喜欢照相，所以从未留下一张相片，可柳如烟实在是太想他了，这些天来积压的思念没有一个释放的出口，他要发狂了。他满心期待，但他万万没想到，当他带着可以让阿强恢复容貌的医生到达柳宅时，等待他的会是那么一个残忍的事实。柳宅着火了，一群人纷纷围在外面，火势凶猛不已，柳如烟瞠目欲裂，他疯了一样的冲上前去。阿强呢？阿强呢？佣人们像是想起什么，顿时发着抖道，先生，我们忘记把先生带出来了。在生命的危急关头，没有人会去在乎一具已经死掉的尸体。轰！柳如烟浑身血液瞬间凝固到了头顶。你们，他气得说不出话，疯狂的那栋火海一样的别墅冲进去。阿强，小姐，男佣和保镖正恶的拦住他，却被他一把推开，滚开，然后继续往火海里冲去。已经没人能够阻止他，他的命困在了火海里，他要去把他找回来。阿强才刚冲进去，迅猛的火势就疯了一样的朝他扑来，他差点被灼烧，身体仿佛刮起了飓风，席卷的五脏六腑都错了位。柳如烟拼了命的闯到卧室，正看到贺强的无声气的躺在床上，整张床已经快被烧着了。对不起，我不该扔下你，对不起，我让你烧得那么疼，对不起，如烟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如烟这就把你救出来，我知道这太热了，都是我不好，忍一忍，你再忍一忍好不好？一步，只要一步，他就可以将他背出来。可就在这时，一个燃烧着的柜子突然砸了下来，正好是贺强躺着的方向，伴随着一声巨响，他从头到脚都沾上了火。蹭了一下，火舌瞬间冲天，将他全身都给点燃。柳如烟大吼，疯了一样的想要冲过去将他从火舌中救出来，可又是一个柜子掉下来砸垮了他的整个身体。一个星期后，柳如烟才从重症监护室悠悠转醒，要不然想着贺强的求生意志强烈，他差一点就醒不过来。为了不让柳如烟魔怔，刘老爷子将贺强烧焦的尸体连夜火化，所以等到柳如烟醒来看到的就是一个冰凉凉的墓碑。刘老爷子以为这下总算是安生了，结果万万没想到，柳如烟再次回家手里却是抱着一个黑色的盒子。阿强，天凉了，不要睡在外面，这才是你的家。柳如烟神色赤魔地捧着骨灰盒，一步一步地朝里走去。刘老爷子拄在拐杖上的手颤抖得厉害，从没有一刻他那么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孙女他是真的失去了。一年后，北城山水如画，一辆全球限量版的商务豪车停在垂杨柳边，车窗缓缓摇下，后座坐着一个女人，女人美如仙女下凡，怀里却抱着一个黑色的盒子。无数路人驻足，都不由得好奇望去。总裁，我们现在去哪？车上的司机小心翼翼问道。柳如烟缓缓睁开眼睛，抬眸看向车窗外。这些年他带着阿强去了很多地方，见过黄沙漫天，也见过海天一际，看过童话一般的冰雪小镇，更看过冰川在日光下耀眼发光。他走过春，踏过夏，寻过秋，等过冬，柳节一个一个的过去，但没有一个季节是有他在的季节。是在许多年前的那个深夜，他拉住他的手臂说，如烟，以后我们每个季节都一起过好不好啊的那个季节。而之所以会来北城，是因为他曾经画过这个地方，
所以他也很想来看看，和他一起。你在这儿等着，我带阿强下去走走。柳无言说道，打开车门下了车。北城属江南，当地的人都说这一口温言糯语和这如画的山水一样，无比的温柔。柳如烟长相绝美，又抱着一个古怪的黑色盒子，自然引得无数小镇人的目光，但她如同没看到一样，继续走在路上，直到裤腿被什么东西扯住。她蹙着眉头低下头一看，发现竟然是个很好看的小男孩，也许是四强，也许是五强。此刻他正扯着他的裤腿，睁着大眼睛圆溜溜地看着他。柳如烟性情淡漠，对待小孩也是如此，可是眼前的这个小男孩却给他一种异样的熟悉感。他的眼睛很像一个人，正在柳如烟眯着眼睛打量着他的时候，小男孩却对他露出一个笑容，稚嫩的童声软软的，听起来可爱的紧。阿姨，你一定还没吃饭吧？要不要到我们的店里去吃饭了？我爸爸煮的阳春面很好吃的。柳如烟本想拒绝，因为她从来都不吃面，可是看着眼前的这个小男孩，拒绝的话到了嘴里却怎么样也说不出来。你家店在哪？就在前面江边不远，不用走几步路就到了。一听柳如烟有意，小男孩开心的都快要跳起来。阿姨，跟我来吧，我带你去。柳如烟唇角微不可觉的勾了勾，好，你给我带路。小男孩走路沉稳，但偶尔也会踢着路上的石子，见到小镇里的每个人都会问好，十分的有礼貌。柳如烟走在身后，恍惚的盯着小男孩的背影看了好一会儿，忽然才笑自己当真是疯魔了，竟然还在一个小男孩身上看到了阿强的影子，他当真是太想他了。想到这，柳如烟不由得将怀里的盒子抱得用力了几分，却听到男孩回过头冲着他道，阿姨到了。柳如烟抬头一看，这是坐落在小镇里的一家面馆，装修看上去十分的轩浮，但一走进去却发现里面人烟稀少，偌大的店几乎是一个客人都没有。小男孩热情地招呼着他，阿姨，我爸爸马上就把阳春面下好了，你等一下。说着他好奇地看向柳如烟手上的那个黑子盒子，伸手就准备去摸。阿姨，为什么你一直要抱着这个盒子？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啊？见小男孩如此，柳如烟眸色一深，立刻伸手抓住了小男孩的手，这不是你可以碰的，他的阿强没有任何人可以动。虽然柳如烟用的力气不大，但小孩子到底细皮嫩肉，被柳如烟这么一抓，漂亮的小脸一皱，眼泪立马就要掉下来了。柳如烟立刻松了手，刚要道歉，身后就突然传来一个此生他都以为无法再听到的声音，安安，爸爸说过多少次了，别人的东西不能乱碰乱摸，你要是再这样，妈妈回来可要说你了。妈妈才不会说我呢。一听到爸爸的声音，那个叫安安的男孩立刻收起满脸委屈，规规矩矩地跑到了他身边。小家伙，就你滑头。那男人微微一笑，端着手上的那碗面走到了柳如烟的面前。这位小姐，是您点的面条吗？我手艺不是很好，您凑合着慢慢吃。小姐，那男人把面条放下，见柳如烟没有反应，反而只顾紧紧地盯着她看，眼底的情绪像是不可置信的荒唐，又像是失而复得的欣喜若狂，不由得疑惑地又唤了一声。柳如烟依旧没有反应，那男人沉吟了一会儿，正准备离开，没想到他却突然站起身来，猛地抓住他的手，一字一句都像是不可置信的从喉咙里逼出来。阿强，你没死？他没看错吧？他没眼花吧？眼前的这个男人，他的鼻子，他的眼睛，他的嘴唇，全部都是他朝思暮想思之成狂的阿强啊。他没死，那当初的那具尸体又是怎么回事？想到这儿，柳如烟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仿佛为了印证什么一样，他猛地扯下男人肩头的衣服，可是刹那间却犹如从天堂坠到地狱。没有，怎么会没有？他明明就是阿强，可是他肩头怎么会没有那块胎记？阿强？什么阿强？那男人皱了皱眉，连忙拉上衣服。小姐，我是叫做阿强，不过我不认识你，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和你的某位朋友很像是吗？柳如烟不由地看向他，对方眼里充满了不解和疏离，看上去不像是作假，他竟然是真的不认识他。如果是阿强，又怎么会不认识他？柳如烟不能相信，因为他无比确认眼前这个人就是他要找的阿强。他胸腔里的那颗心死了整整一年，可是就在看到他的那一瞬，仿佛变得开始跳动了起来。他发了狂的想要将他扑进怀里，天知道他有多想他，可是理智在告诉他不可以，一切的真相还没有弄清楚，他不能打草惊蛇。究竟一年前的事情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阿强会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为什么会定居在北城？又为什么会变得连他都不认呢？这所有的一切他通通都要弄清楚。本来还想看看他的胎记再次确认，但在看到他微微皱起的眉头时，柳如烟立刻放了手。他给他的伤太多了，现如今他不愿再看到他不开心的神情。对不起。柳如烟仿佛用尽了毕生的克制力，依依不舍地松开他那双温热的手。是我认错人了，你和一个人长得真的很像。阿强笑了笑，语气温柔，是吗？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那个人是你很要好的朋友吗？不是。柳如烟盯着他，目光灼灼，犹如在说着一个一生的誓言。那是一个我很喜欢，愿意用一辈子去爱的人。他的嗓音哑到了极致，我和他太久没有见过了，很多时候我都以为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刚刚看到你，你才会失控，怎么会活不下去呢？我相信他只是还没出现而已，假以时日，你一定会找到他的。阿强笑了笑，还不忘提醒，到桌上的面都快要凉了，赶快吃吧。柳如烟这才坐下来，目光看向他，语气宠溺的道，操。阿强挠了挠后脑勺，虽然觉得这个女人奇怪，但想想他刚才所说的那些，也没有多想，转身就去到前台缝补安安不小心贪玩时掉下来的扣子。安安却仿佛对柳如烟很感兴趣，竟然也没离开，就坐在柳如烟的对面看着他吃面。因为他爸爸的手艺不是很好，做的面可以说是非常难吃，所以这家面馆才会没有多少人光顾。可是面前的这个阿姨竟然还一口接一口的吃着，仿佛在吃着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一样，甚至连一点难吃的表情都没有露出，甚至还不停吃了第二碗第三碗。最后结账的时候，安安看到他的眼睛都红了，不由得又被吓到了。阿姨，你不会是难吃到要哭了吧？好了好了，这几碗面的钱我们都不要了，你可千万别哭。阿强站在一旁听到这话，立刻尴尬的挠了挠头，轻轻的敲了敲安安的脑门，不说爸爸做的面有那么难吃吗？爸爸，对面的麦饼阿婆说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的。安安一本正经，除了妈妈，这位阿姨可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能把你的面吃完的人，所以就是很难吃的吗？阿强立马愤愤地捂住了安安的嘴，
你再说我下次只下面给妈妈吃，不给你吃了。这本是父子和谐的一幕，可是听在柳如烟耳里却如遭雷击。沉浸在阿强没死的喜悦中，他差点就忘记这个小男孩，这个是你的儿子。我很喜欢小孩子，所以就领养了一个。他语气放轻，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说起安安，阿强的脸上浮现出温柔的笑容。他呀，真不知道像谁的性格，像你啊。妈妈说你小时候不就是这样的吗？安安在一旁插嘴道。阿强动了动嘴唇，仿佛想要说些什么却没说出来。柳如烟只觉得有一根长针木的扎进身体，从头到脚都痛得他快要喘不过气来。结婚了，他竟然结婚了。曾经他说过只想娶她一个人，娶了她以后会让她为他生很多宝宝。他问他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又或是两个都要，龙凤胎该有多好，这是属于他和他的幸福，多好。可是现在他忘记了他和别的女人生活在了一起，面对着他的时候只剩漠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晚上你这儿还会营业吗？柳如烟掏出钱包结了账，却还没走，直哑着嗓子问道。阿强愣了一下，这才意识到这是他晚上还要来的意思。这可是第一个回头客，他憨憨的笑了笑。晚上也开的，欢迎你过来。柳如烟眷恋的看着他的笑容，心声道：我晚上会来的。说罢离开。安安拉了拉阿强的衣服，不敢相信道：爸爸，我没听错吧？那个阿姨说她还要来，还要来吃你做的面吗？不知道，也许只是客套话吧。阿强笑了笑，并没有放在心上，转头又去忙其他的。可是让他没想到的，到了晚上，柳如烟真的如他白日里所说，再次光临了，和白天一样。同样是干干净净的吃完一碗面，甚至连面汤都没有放过，然后是第二碗、第三碗，这样的点法几度让阿强怀疑这个女人是不是好几天都没有吃饭才会连她的面也能吃下。除了这个，阿强还觉得这个女人吃面的速度实在是奇慢，虽然点了三碗，但她足足吃到了晚上九点，面馆都已经快要打烊的时间。而且她时不时的从前台抬头都能看到柳如烟灼灼看向她的目光，那样的炙热和专注简直让她无法忽视。吃完第三碗，正在阿强准备过去提醒她面馆快要打烊的时候，柳如烟就主动站起身来结两账，还温柔道：你煮的面很好吃，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阳春面。阿强微怔，好一会才回过神来，谢谢。虽然他在外总是不愿承认，但事实上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手艺，不然这个面馆在北城开了一年也不会每次都空无一人。这个男人是怎么会吃得一脸心满意足的？甚至好多次他都看见他湿润的眼眶。柳如烟走出面馆，但并没有马上离开，反倒是坐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脸商务型豪车，拉下车窗注视着外面，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吃面的时候，他从安安那儿得知，他妈妈每每在晚上十点面馆快打烊的时候就会来这儿接他们回家，所以他等在这儿只因实在是太想知道那是怎样的一个女人。他无法否认，他心痛到窒息，同时也极度到发狂。所以那个女人他今天必须要见到。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到十点的时候，面馆前终于徐徐驶来一辆汽车。柳如烟眯了眯眼睛，眼看着车上的女人停车熄火，而后打开车门下车朝面馆走去，笑意融融，月色衬出她朦胧的面容，光是一眼柳如烟就如遭雷击。颜如玉，竟然是颜如玉。如果之前还对阿强的身份有什么顾忌，从这一刻起柳如烟已经完全确认了，她竟敢设计这样一个惊天的骗局，甚至把贺强藏在她看不到的地方整整一年，身体如同充气般的爆炸开来。柳如烟太阳穴突突直跳，她一脚踹开车门冲下车，攥住颜如玉的衣领，狠狠就是一巴掌扇了过去。颜如玉，敢藏我的，你好大的胆子。一想到这儿，柳如烟就无法控制自己。早在一年前，他就听过颜如玉突然将全部势力从安城迁走的消息，但他当初沉浸在阿强死亡的痛苦中，旁人任谁都没去在意。谁曾想颜如玉这一迁，迁走的不光是他的势力，还有他的贺强。颜如玉一心想着去接阿强和安安，没有丝毫的防备，就生生受了柳如烟这一巴掌。待看清面容后，他也没有丝毫的客气，抬手就是一巴掌打过去。柳如烟，你发什么疯？我发什么疯？柳如烟揪住颜如玉修长的手，青筋微爆。颜如玉，当年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才会让他完全忘了我，变成另一个人去生活？早在方才看见柳如烟的第一眼，颜如玉心中就警铃大作。他把他藏在这整整一年，哪怕在一开始他就无比清楚的知道，也许总有一天他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找，但那一天他也曾无数次的祈祷，最好来得越迟越好，最不济唯独不要被柳如烟找到，那是他的噩梦，他不想再让他遇到，是又怎么样？在此刻颜如玉反倒恢复了镇定，他静静看着柳如烟，没错，是我做的。阿强当初的确还有救，是我让他们骗你，也为了让整个港城的人都知道阿强已经死了，可那又怎么样？柳如烟，全世界就只有你没资格拿这件事来质问我。阿强当年跳楼是事实，如果不是我之前早就派了保镖暗中保护他，你以为他还能现在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也许是上天注定，跳楼之后他虽被救起，但却足足昏迷了半月之久，醒来之后他就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忘记了自己叫什么名字，忘记了有什么亲朋好友，更忘记这十年来对你所有的爱意和从你身上承受的种种折磨。柳如烟，这是件好事吧？他一辈子都不会再记起你了。最后一句话明明颜如玉没有多大的力度，却让柳如烟整个人都猛地一震，从头到脚，从身体到灵魂，他一辈子都不会再记得他了吗？仅仅一年他就已经为他的离开而痛不欲生，却殊不知早在很早很早以前，在他一无所知的时候，他就已经那样残忍地将他的记忆从他脑海中生生剥离。对面竟不相识，阿玉。正在两个女人两相僵持的时候，面馆里突然传出男人温柔的叫喊声：是你来了吗？怎么不进来？他叫他阿玉，心脏像是被生生挖出一般血淋淋的疼，削骨挖肉也不过如此吧。柳如烟，如果你想打架，我颜如玉随时奉陪，但现在你最好看看情况形势。自从监狱出来他就极其怕血，我已经发过誓不会再让他受到哪怕一丁点的伤害。监狱两个字再次犹如梦魇一样将柳如烟狠狠定在了当地，无数画面纷至沓来。柳如烟不由得松了些力，颜如玉已经推开他，
单手松了松领带，再也不看他一眼的朝面馆走去。柳如烟犹如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光了一样，面馆黄色的脑光极亮，男女说话的声音无比清晰的传到他耳朵里。刚刚在外面怎么不进来？我差点以为认错了。傻瓜，我的声音你也听不出来了吗？等等，你这是怎么了？怎么青了这么一大块？被人打了吗？阿强轻轻抚上颜如玉脸上的伤口，语气中满是担心。没事，颜如玉微笑，缓缓握住阿强的手，不小心碰到了而已。回去你帮我上点药就好了，好不好？那么重的青淤，怎么可能是碰的？阿强正要仔细查看一番，颜如玉却已经抱起了安安，温柔道：“安安，今天有没有想妈妈？妈妈给你买了棉花糖，等一下在车上吃好不好？”一听到棉花糖，安安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开心的亲了颜如玉一下。妈妈真好。阿强宠溺的摸了摸安安的头发，好了，回家吧。三个人一同关了面馆，结伴上了车。他真的过得很幸福。柳如烟想，颜如玉，他还有那个小男孩，这三个人走在一起，活脱脱就像是幸福的三口之家。而他们这样的幸福，就愈发衬出自己的可悲和荒凉。柳如烟从阴厨走出来，静静地看着那辆载着他的车，眼睁睁地在他面前开走。北城小镇如画，面馆依旧在开着，只是整个镇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们小镇来了一个绝美的女人，在这儿待了好几天，而且每一天都要去阿强的面馆吃面。但更让人觉得怪异的是，谁都知道阿强的面馆很少人去，这唯一的一个客人，阿强竟然还不招待。安安守在门口，漂亮的眼睛圆溜溜地看着他，但无论如何就是不让他往里再踏进一步。柳如烟摸了摸他的头发，安安，不是你让阿姨来这吃面皮吗？为什么不愿意放我进去？安安其实很喜欢柳如烟，但是他摇了摇头，同声诺诺的道：“阿姨，你去别的地方吃饭吧，我骗了你，我妈妈煮的面条其实一点也不好吃。”柳如烟道：“不，那是阿姨吃过最好吃的阳春面，如果能吃一辈子，她愿意用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去换，只用换她哪怕对她片刻的展言。反正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你进去了。阿姨，这是妈妈交代我的，我一定要做好。”安安说道，张开手臂，愈发坚定了她要拦住她进面馆的决心。柳如烟眼神闪烁了片刻，轻声道：“可以让我见见你爸爸吗？”这个，安安还在认真思考。阿强就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面馆里走出来，轻轻摸了摸安安的头，安安，先进去玩，妈妈昨天给你买的玩具我给你带过来了。安安立马开心地跑走了。阿强失笑，小孩子就是这样单纯，一点也不像大人，每个人的心思都是那么的难以琢磨。柳小姐，阿强看着柳如烟，又低下头来，以后你还是不要再来了。柳如烟喉咙尖涩了片刻，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又听到阿强道：“是我妻子的意思，她昨晚告诉我，她的医院出了一点事情，所以急需迁址，我们已经在筹备着搬家了，这个面馆也不会再开了，所以不再接待客人，搬家。”柳如烟心突然一紧，她不会相信颜如玉的医院出事之类的话，并是昨晚那一幕，所以才让颜如玉急着离开北城，而她又要带着阿强走，这次她又想将阿强藏在哪去，又要将他藏几年，一年，五年，还是十年。柳如烟心脏像是被放在烈火上反复灼烧，她很慌，慌到她甚至想不顾一切地扑在他的怀里，用他身体的温度告诉自己，他还在，他不会再一次失去。据我所知，北城你已经待了很久了，突然离开不会舍不得吗？他终究害怕吓到他，只是哑着嗓子问道。阿强愣了一下，仿佛在疑惑他怎么会知道他在这里待了多久，可忽而一想，又觉得这也不算多反常，毕竟能够那么喜欢吃他做的面，已经让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了。其实我在北城待的时间也不算太长，阿强温柔笑道，更何况就算待了有半辈子，阿玉如果说要走，我也会跟着他走的。你可能不太清楚，一年前的时候我生了一场大病，醒来的时候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出现在我面前的第一个人就是阿玉，他说我叫阿强，他是我的未婚妻，以前的事情不记得没关系，他会陪我一起创造出新的回忆。那时候我觉得头很痛，但奇怪的是我并不排斥他的拥抱，我想他就是我的温暖。所以柳小姐，能待在哪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他在哪哪就是我的家。好一个他在哪哪就是我的家。心脏犹如被无数刀片削割着，柳如烟只觉得自己疼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他突然很想问，所以也就问出口，那以前的事情呢？你不准备想起来了吗？阿强突然垂眸，沉默了半晌，不必了吧，应该不是什么很好的记忆吧，所以才会让我在大病醒来的那一段时间里经常做噩梦。他轻声的道，现在就很好，现在就很好。喉咙里如同梗了什么，明明有千言万语想要对他诉说，可此刻什么也说不出口。前尘往事，他既盼着他想起，又盼着他永远不要想起。柳小姐，谢谢你喜欢我做的面，不过真的很抱歉，我这边真的不再向外营业了。你应该是第一次来北城吧？其实北城这边好吃的东西很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处走走，这儿的山水和风土人情都不错，我想你会很喜欢这个地方吧。阿强微笑着说完，转身就准备离开。等等，柳如烟突然叫住他，嗯，你会画画吗？柳如烟问道。阿强愣了半晌，好一会才道，不会。柳如烟还想说什么，阿强就已经转身离开了他的视线。他没有走也没说话，而是静静地看着这间有贺强所在的面馆。他知道他很幸福，可是他没法放手。也许港城的人说的没错，他当真是爱到疯魔了吧。阿强，原谅我，我愿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赎回过去的过错，可没有你的日子里我每分每秒都是难熬。阿强一连好几天都在忙着将面馆转卖出去的事情，虽然颜如玉说过这个面馆不一定非要卖出去，以后等老了还可以回来看看，但阿强总是隐隐有种感觉，这个地方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回来，留在这儿占用地方还不如转给有需要的人。好在这地段极佳，一推开面馆的窗就能看见山水，转手出去并不是太困难。很快这家面馆就被转卖出去，只等到时候搬离北城，面馆就换了新主人。虽然忙着转手的事情，但阿强也知道柳如烟没走，他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每天他都能在面馆外看见他。那天他说的话他根本就没听进去，既没去找好吃的小吃，也没去看如画的山水。每天他的豪车就停在面馆的不远处，车窗微微摇下，他坐在后座的角度正好可以看得到他。有好几次阿强都和他眼神对视，然后又很快错开，他待到很晚，有时候甚至到颜如玉都来接他。
他都没走。晚上，阿强弄好面馆所有的合同，正准备关掉门，等着颜如玉来的时候，看到放在前台的铅笔和纸张，忽然神色恍惚了一下。他突然想起那天那个女人问他会不会画画，明明应该是不会的，但是下笔的时候，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仿佛这样的事情他已经做过千遍万遍一样。笔墨在纸上描绘，慢慢勾勒出轮廓。忽然看到自己笔下画出的画时，阿强心头一惊，立马扔了铅笔。他竟然画了那个女人，这应该是他吧？他的少年时期，身长如玉，百尺青眉。阿强怔怔看着那幅素描，有些难以想象，这竟然是从自己笔下画出来的。刚准备撕掉，面馆突然冲进来几个人高马大的男人。就是这家面馆吧？给我砸！是，还没反应过来，几个提着铁棍的男人就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对准周围的东西就是一顿猛砸。你们是谁？要干什么？爸爸，才刚刚回来的安安看到这个场景，吓得哭了出来，蒙着头害怕的朝阿强跑去。由于不清楚这群人的意图，阿强本来在拨电话报警，看到安安的那一刻立刻慌了，而正好面馆的一扇玻璃被敲碎，整块玻璃都往下倒，直直往安安的方向坠去。安安，阿强瞬间瞪大了眼睛，整个人像是疯了一样的冲过去，可还没等他扑过去，有个身影就走开一步，将安安抱走，竟是柳如烟，他救下了安安。阿强一颗心都提到了喉咙，还没来得及放下来，就听到身后传来声音道：“老大，当初给钱让我们弄死的就是这个男人吧？受死吧！”阿强，小心！柳如烟眼睁睁看着，站在他身后的男人突然抽出一把匕首，顿时瞠目欲裂，放下安安就朝他冲了过去。他已经失去过他一次了，绝不会有第二次。他发过誓，绝不会有第二次。哪怕是用他自己的命去抵。他错了，真的错了。老天爷，他什么都不要了，也不自私了。只要他能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任他身边的女人是谁，只要他能好好的活着，哪怕他疼死又何妨？他不要他活在他心上，他要他的阿强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柳如烟疯了一样的冲出去，可不知道何时出现的颜如玉竟先他一步，冲过去挡住了那把本该插进阿强胸口的刀。阿玉，阿强怔怔的看着这急转直下的一幕，他喃喃的叫着他的名字，摊开放在他胸口上的手，竟然全是鲜血，全是血。颜如玉本想说些什么，但豆大的冷汗从额头上滴下，他脸色惨白，抱着阿强就直直往地下栽去，两个人一同往下倒。阿强立刻护在他身下，头部砰的一声砸在了地面，救护车一路疾驰往医院赶去。车上，阿强目光空洞的抱着颜如玉，明明护士已经给他做了止血，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血流下来？他一摸就有好多，明明那把刀是朝他捅来的，明明应该承受这一切的是他，怎么会变成颜如玉？他保护了他这么多年，为什么连这种和性命攸关的事情也要由他来保护？颜如玉一身是血的被送进医院，医院的走廊很长，到处都是医生和护士着急走动的脚步声。阿强一路握住颜如玉的手，直到颜如玉被推进手术室，才不得已被迫分开。那一瞬，阿强仿佛被抽光了全身的力气一般，靠在墙壁缓缓下滑，轻声的哭泣起来。柳如烟一路跟着他，自然看清了他所有的着急和彷徨。时隔多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他哭，为了别的女人，竟也让他疼到窒息。啊，明明曾经那样的亲密无间，可是到如今，他竟连他的真实名字都不能唤出。他不会有事的，你不用担心。阿强沉默不语，只是低声哭泣。他很少哭，但若是哭，便是真的忍不住。见颜如玉伤成那样，他是真的舍不得，也是真的为他难过。柳如烟半蹲在地上，右手臂有红色的鲜血不断淌下，一滴一滴，很快就在地上形成一块血泊，那是他方才为救安安弄伤的。他的右手在一年前本就弄残了，现在又被玻璃砸到，只要一动仿佛就是钻心的疼痛。手术室的门突然被推开，医生焦急地从里面走出来，病人失血过多，目前血库告急。阿强蹭了一下站起身来，柳如烟攥住他的手，以免他太过激动。什么血型？柳如烟问。B 型，医生道。我就是。柳如烟说道。我现在就去献。柳如烟说罢，本想摸摸阿强的头发，想了想，手又顿在了空中。别害怕，他不会有事的。他嗓音沙哑，不要哭了，我帮你救他。说罢，柳如烟跟着医生进了抽血室。他没看到的是，在他离开的时候，阿强攥了攥拳头，然后也跟着走了进去。柳小姐，已经抽了400毫升，超过正常献血量，不能再抽了。继续抽。柳如烟冷言道。柳小姐，不能继续抽。柳如烟怒道。只是这样的怒意配着他那惨白的脸色，听起来多少有些苍白。既然血库没血，他需要多少就从我这抽多少，我死了没关系，给我救活他。他死了，贺强不会流一滴眼泪，但颜如玉若是有个三长两短，他方才的眼泪恨不得让他带颜如玉去死。闻言，站在门口的阿强身体微不可察的一震，医生没有办法，只好继续为柳如烟抽血，已经数不清到底抽了多少毫升。阿强也不知道，他只是紧紧地盯着那个抽血管，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红色的鲜血一点点地从柳如烟的身体里抽出。时间漫长的仿佛有一个世纪，虽然匕首扎得很深，但好在没有伤到心脏，再加上及时有了柳如烟献的血，颜如玉成功地被抢救过来。阿强把安安托给了面馆旁慈祥的卖饼阿婆照顾，成天成夜的守在了医院。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几天过后，颜如玉终于醒了过来，看见阿强，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阿强，对不起。”阿强眼泪水立马掉了下来。傻瓜，该说对不起的是我。颜如玉摇了摇头，抚摸着他的头发。那些人是医闹患者找来的人，医闹本就是常事，但我万万没想到这群人竟然还会殃及到家人。阿强，都是我不好，我本以为我已经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你，可万万没想到还是让你受到了伤害。不，如果没有你，我早就死了。阿强的眼泪流得更凶了，凝视着他的水眸极其认真。你保护了我这么些年，阿玉，谢谢你。颜如玉躺在病床上的身体微微一震，这句话本没任何问题，可若是阿强，这些年他一直都是叫他阿玉的，又何时叫过他颜如玉？颜如玉一眨不眨地看着阿强，薄唇微动，刚要说些什么，就又听见他道：“医生说你现在不能多说话，躺下来好好休息，我就在外面，哪儿也不去。”阿强说道，俯身将颜如玉的被子掖了掖，然后走了出去。柳如烟一直等在外面，
他不知道当时到底从他身上抽走了多少血，只知道刚要走出抽血室的时候，他就眼前倏然一黑，整个人往下呆去。醒来的时候，自己已经躺在了病床上，但他根本无暇柳及自己。在得知颜如玉醒来，阿强一直在陪着的时候，他就等在了病房外，一直到现在，任谁劝也没用，他要陪着颜如玉，而他要陪着他。他等到脸色苍白，额头还时不时的冒着冷汗，终于眼前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阿强就站在他面前，手上竟然还拿着棉签和药水。你的手还没处理吗？我帮你上药吧。本来疼的早就不打算理会的手，因为他这句话仿佛疼痛都不自觉减轻了一些。看，柳如烟，你全身上下都是如此的想念他。两人一同坐在医院的长椅上，阿强将药水和棉签放在一旁，轻轻挽起柳如烟早就被血染红的白色衬衫衣袖。挽起来的那一刻，阿强怔了好半晌。有那么多的伤，别怕，那些伤和这次的事情没关系，是我之前去缝针导致的。柳如烟看着阿强的眼神，怕他觉得害怕，立马解释道，之前为什么要缝针。阿强轻轻地问。柳如烟沉默半晌，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他去世的那段时间，他犹如疯了一样，将自己关在房间，无论谁叫也不出来的那一幕。因为我做了很不好的事情，伤害了一个我很爱的人，柳如烟低声说道，所以才能用这种可悲的方式自我惩罚。阿强抿着唇不说话，只是低头用棉签擦拭着他手上的鲜血，一点一点，仔仔细细。如果他没记错的话，他以前有一双很好看的手，容貌好看，手好看，身材好看，当时他还笑着说他是上帝的种。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上帝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用来打造他，让他有足够的资本，让无数的男孩为他疯狂，他也为他疯狂。柳如烟，我很早就说过一切都结束了，如果眼泪能灼烧人，柳如烟想，一定就是此刻。怎样才能形容那种浑身上下连带灵魂都在颤抖的感觉？他几乎是难以置信，但又极力的忍耐自己，仿佛是怕惊扰他。阿强，是我。阿强点了点头，我都记起来了，可能真是命中注定吧。当时在颜如玉抱着他往地上倒去，他为了护住他，整个头重重的砸在地面，那一刻头痛欲裂，但除了疼痛，仿佛还有一个什么匣子像是突然从他记忆深处打开一样，无数画面蜂拥而上的挤进他的脑海。他痛到难以呼吸，只因明明没有声音，但一切却又是活生生的，那是真的曾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那是被他生生遗忘了一年的曾经，而现如今他什么都想起来了。阿强，你还恨我吗？阿强问道。我没有资格恨你。听到这个问题，柳如烟的眸里满是痛意。阿强，当年的事情我全都清楚了，是我对不起你。阿强怔了半晌，忽然什么都明白了。在面馆看到他的第一眼，柳如烟应该就已经认出他来了吧？既然认出来，为什么没对他百般羞辱，屡次折磨，反倒是每天都来他的面馆吃面？明明是那么难吃的面，他却吃了整整三碗。明明已经告诉他北城有很多好吃的食物，他却每天都将车停在面馆不远处，摇下车窗静静地看着他。有时候一看就是一天。为什么会救安安？为什么会替颜如玉献血？原来全部都是因为得知了当年的真相，觉得亏欠了他，要还他当年那份钱。阿强重重呼了一口气，站在眼前的这个人，他在他身上付出的那些事情，他真是杀了他也不为过。可是现如今看着他，他的眼中只剩平静，只有还有爱才会有恨。如今他不爱他，也不恨他了，你是该说对不起。可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来得太晚了，来得晚的所有东西于他而言都在无意。柳如烟想象过无数次贺强记忆恢复的场景，但怎么也没想过竟然会是这样一种平静到让人难以想象，仿佛他和他从没发生过那么多波澜壮阔轰轰荡荡的事情，哪怕发生过也是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云散烟消。他从未怕过什么，唯一的一次就是见到他的尸体，可是现在明明他就活生生地坐在他的面前，他却突然感觉到无比的害怕。他害怕他好像真的就要抓不住他了。阿强，你和颜如玉没结婚是吗？他颤颤出声。阿强仿佛低头思考了一下，他失忆了。醒来的第一眼，颜如玉就告诉他他是他的未婚妻，既然没结婚，你也想起了从前的一切，你也不会跟着他一起从北城搬走是吗？他太害怕他会和颜如玉在一起了，更害怕他会藏到他再也找不到的地方。这个答案他本是无比肯定的，因为没人比他清楚贺强是多么的爱他，可是这一刻他突然不确定了，因为他看到他微微抬起眸，仿佛沉吟了一会儿才道，为什么不呢？阿强说道，哪怕我想起来了，这也不影响我和阿玉的生活，我还是他的丈夫，至于结婚证到时候去领一个就是了，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他骗了你，他骗你叫阿强，他骗你他是你的未婚妻，可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柳如烟觉得自己此刻幼稚的可怕，同时也慌张的可怕，我还有什么可被人骗的呢？他静静的道，早在一年前我就已经一无所有了，与其说他骗了我，不如说是他救了我，给我一个家，我很喜欢他，我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短短的一句话犹如最大的机关枪，瞬间将柳如烟射得千疮百孔。可你曾经喜欢的是我。柳如烟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能支撑着他说出这一句话，阿强的语气却很平静，仿佛在经受过大喜大悲之后，已经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感到快乐和难过的。你也说那是曾经了。阿强说道，也许是命中注定吧，我本就想忘掉那段惨烈的过往，所以上天就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失忆整整一年，过了一段平静安宁的生活。虽然现在想起来了，但可能是因为时间隔得太久了，之前的事情哪怕记得我也只觉模糊了，所以我只谈现在，不论曾经。阿强静静地说完，柳如烟手上的伤口也被他仔细处理好，实在是伤得太重了，哪怕是包了白纱却也还是有血渗了出来。阿强静静看了一会儿，然后从长椅上起身，谢谢你救了安安，只可惜我们不久就要搬走了，以后应该也没有时间再见了，不然怎么也该请你吃一个饭呢。他顿了一下，因为他竟然眼睁睁地看着柳如烟慢慢红了眼睛。他缓缓抬眸，眼泪毫无征兆的就顺着面颊流下来，他竟然哭了，说不震动是不可能的，这么多年他何曾看见他哭过，若是以前他一定很心疼，可现在很诧异的是他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情绪，可能也是因为他要开始新的生活了，他也该开始新的生活。
过去的那些爱而不得，痛苦难堪他再也不想经历了。现在这样就好，这才是彼此之间最好的结局。阿强，过去的一切都是我错了，对不起。柳如烟哑着嗓子的话语很快就被阿强打断，他声音急切的道：“我说过，我不需要了，我的父母，我的孩子，我已经放下了。”你也放下了。说完，阿强转身离开，再也不看柳如烟一眼。柳如烟红着眼睛注视着他离开的背影，很想开口叫住他，但已经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资格。 他一点都不怪他，但光是这点就已经让他疼到裂肺撕心。究竟要怎样才能回到从前？究竟要怎样才能换得他对他哪怕一次的回眸？如果有答案，他愿意用自己的命去换。可是现在，哪怕他真的把命给了他，他也不愿意再奢侈给他哪怕一丁点的笑容。柳如烟，全是你活该。颜如玉的伤势恢复得很快，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除了胸口隐隐可见的刀疤，伤口处已经恢复得和原来无异。阿强本想让颜如玉在医院多住一段时间，可颜如玉却好几次说要出院，没办法。 阿强只好办了出院手续，带着颜如玉回了家，打开家门的那一刻，颜如玉坐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到衣柜前，而不出他所料的是，里面挂着的衣服全都没有了。他站在衣柜前怔了许久，好半会才哑着嗓子道：“要走了。”衣服都收拾好了，阿强站在他身后，轻轻的点了点头。要走了。颜如玉动了动嘴唇，想要说句恭喜。在医院的时候，他就已经察觉到了，他知道他一定是想起来了，想起了过去的所有，更想起了他曾经最爱的那个人，甚至这一年他也已经全部知道了，全是谎言，根本没有什么未婚妻，也根本没有什么阿强。 那全是他为他编造出的一个惊天谎言。怎么了？阿强走到他面前，伸手将另一道属于颜如玉的衣柜门打开，里面竟然也空无一物。是在怪我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就把所有要带走的衣服全部收拾好了吗？他笑了笑，对不起了，以住院的那段期间，我想着不要耽误太多搬家的时间，所以就提前准备好了。等你出院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从北城搬走了。阿玉，多这些不累的，我也不是一天之内就弄完的，你不要生气。颜如玉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猛地回过头看他，语气里有掩饰不了的欣喜若狂。你把衣服收起来，是为了搬离北城做准备，而不是回到柳如烟身边。 前段时间不是你跟我说公司要迁址，所以我们要从北城搬走吗？阿强笑着迎上他的目光，我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离开。颜如玉嗓音极哑，阿强，我叫阿强，他轻声纠正他，从一年前开始就只有阿强，再无贺强。阿强，颜如玉伸手抱住他，犹如抱住一个失而复得的宝物。你想搬去哪？我记得你最喜欢山水，可北城就是山水的地方。你有什么很想去的地方，去哪都好，只要我和你，还有安安，能够永远在一起。阿玉，我再也不会失去任何东西了，什么？他再也承受不住失去任何一个人了。 不会，以后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幸福，因为没有人比你更值得。在准备离开安城之前，柳如烟几乎每天都会来，守在他的面馆外。阿强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只好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甚至连面馆大门都不打开。直到接到颜如玉助理的电话，说是颜如玉突然胃疼，问他颜如玉平日里习惯吃的都是什么胃药。他好就进去买。阿强说不必麻烦，着急的翻出家里的胃药，二话不说的朝厨房赶去。过来的途中突然下雨，推开包厢内的时候，阿强身上大半边都被雨水淋湿。阿玉，他手上拿着胃药，试探性的叫了一声。阿强看不见。 只能感觉到里面很嘈杂，应该是有很多人。身为院长，这样的酒局是必不可少的，也难怪阿玉喝多了酒会胃疼。阿玉没说话，反而是旁人纷纷起哄来。严院长，我可真是羡慕死你了，有一个这么好的未婚夫，大老远的跑过来送药。是啊，外面还下着雨呢，这得多碍你，才能大晚上的冒雨前来。阿强站在门口，听着这些热火朝天的议论，虽然都没有什么恶意，但他多少有些羞怯。直到一双熟悉的手握住他，问：“你怎么过来了？”是阿玉。阿强的心总算定下来，他笑了笑，语气温柔的将胃药递给他：“我来给你送药了，怎么样？还痛不痛？” 痛，他胃疼的时候总像个孩子。你帮我揉揉，在这儿吗？阿强有些窘迫。在这儿，很快你就是我名正言顺的老公，没关系的。阿玉温柔抱着他，让他那张红透了的脸紧紧贴在他脖梗处，然后再握住他的手，将他按在自己的胃部，低声哄道：“老公，给我揉一揉。”整个包厢都沸腾了。虽然看不到，但众目睽睽之下，阿强的脸早就红得可以滴出血来。但他一句话不说，真的就像个小奶狗一样，将头害羞的贴在他脖梗处，温柔的揉着他的胃部。我靠，阿玉，秀恩爱死得快啊！你能不能带着你男人去别的地方恩爱？我他妈眼睛都快要被你们闪瞎了。 有人从沙发上跳起来，夸张的捂住眼睛，这么大的雨，谁让你把他喊过来的？我那人简直六月飞雪，还没开始喊冤，阿强就轻声解释道：“不是他们的错，大家只是问我你吃的药而已，是我太担心你了，所以情急之下才拿着胃药赶过来。没错，就是这样。阿玉，你上辈子积了什么福？你男人太爱你了，我拦也拦不住啊。”这话让整个包厢都议论四起，大家都纷纷哄笑起来，起哄阿强多多在乎严总，严总找了一个多好的老公，语气中不乏有羡慕之意。突然，一个极小的声音响起：“我听说这贺强以前不是刘总的男人吗？ 听说还爱的乘风成魔的，怎么现在又变成颜院长了？这不是渣男吗？那人的声音不大，但偏偏整个包厢的人都听见了。原本还沸腾着的包厢刹那间安静下来，只留下一处越来越沉重的呼吸，众人顺着呼吸声齐刷刷的往沙发上的某一处角落望去。阿强顿时僵硬了，他的头慢慢从颜如玉的脖梗处抬起，一具触目惊心的话霸占了他的整个脑子。柳如烟也在这儿，竟然这妖巧，砰的一声巨响，柳如烟从沙发上腾的站起身来，一脚将面前的茶几踹翻，茶几上的酒瓶噼里啪啦碎了一地。如此的沉痛，触目惊心，犹如从地狱中出来的魔鬼。 他随手抄起一旁的瓶子，狠狠地朝着那个议论阿强渣男的男人砸下去。伴随着呀的一声尖叫，酒瓶瞬间破摔，众人纷纷震愕地看着这一幕，眼睁睁看着那人杀猪般的捂住头，鲜血从额头上汹涌而出。有些名媛吓得失声大叫，大气都不敢出一声。你再敢说他一句试试？柳如烟一字一顿，皮鞋重重撵上去，用尽了毕生的力度。男人撕心裂肺的喊叫声顿时响彻了整个包厢。啊！刘总饶命！刘总饶命！
柳如烟就像听不见一样，往死里整他，直到将那人拧得像条死狗一样。他才狠厉地收回酒，冰冷的薄唇吐出一句：“你彻底完了。”后，就在众人的注视下，嚣张的扬长而去。堂堂柳家大小姐，哪怕她就在这儿当场把人弄死了，也没人敢拦她。可众人不知道的是，柳如烟青筋微暴地回到车内，就疼痛难耐地捂住了胸口，猛地吐出一口血。她长睫微湿，脆弱的神情一览无遗，疼，太疼，心脏像被无数把尖刀刀片连皮带肉的削割着。 疼得他四肢百骸都在颤抖。刚刚在包厢的那一幕，他情愿自己视频看不见。八强帮颜如玉柔味部的时候，他甚至恨不得当场弄瞎自己的眼睛。哪怕活生生将眼珠子挖出来，也比不上那一幕更让他痛。那原本该是属于他的温柔，他的美好，他的温柔。他那双能带给人无限温柔的手，原本应该揉在他的胃部上。如果可以，他愿意用此生最珍贵的东西换他再次向他露出明媚的笑容。可是怎么换？他此生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他。他把他弄丢了，究竟要怎么样才能把他找回来？包厢内，颜如玉冷冷地看向那个躺在地上血流不止的男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许家的人吧？ 我警告你，最好嘴巴放干净一点。我颜如玉的男人不是，你可以说的。严总，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那个男人扯着颜如玉的裤腿求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男人竟然引得柳如烟和颜如玉两大巨头都在为他出头。我颜如玉同步接受道歉，更何况你该道歉的人并不是我，男人，帮我处理了。颜如玉冷冷地抽回腿，不顾男人在身后撕心裂肺的求饶，搂着阿强的手臂走出包厢。这是他的男人，要动手也是他动，凭什么交给柳如烟？ 可笑，当年他伤他至深，事到如今，他又有什么资格来跟他抢他？简直可笑至极。颜如玉搂着阿强出了厨馆，出来才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发白，他自然知道是因为什么。你现在这儿等一下，站着别乱动，我去把车开过来。颜如玉温柔道：“好。”阿强脑子里思绪乱如戏码，颜如玉说什么，他其实都没有听清楚，只是下意识的说好。他永远无条件的相信颜如玉对他的话没有任何意义。正想着，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然后就是颜如玉的声音：“柳如烟，你疯了，突然开车撞过来。 你想干什么？阿强呼吸一滞，失控的朝颜如玉声音的方向跑过去。柳如烟才刚刚解下安全带，查看情况，就被疯狂跑过来的阿强猛然推开。柳如烟，你这个疯子，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别碰他，你给我走开！阿强，我没想撞他，我有些头疼，所以没看清柳如烟脸上的状态差的吓人。薄唇旁甚至还有刚刚吐出来已经干涸的血迹。他承认刚才在包厢的确想杀了颜如玉，但杀人头点地，他不会用这种方法。看到阿强的那一刻，他的胸口更痛了。好想上去抱抱他，再多的痛，他一个拥抱就能好。为什么他以前不知道？啊，没看清。 你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我没想到你那么卑鄙。柳如烟，你有什么都冲我来。颜如玉要是出了什么事，我跟你拼命。阿强边说边着急的摸着颜如玉，阿玉，你撞到了哪？有没有哪儿痛了？我打电话叫救护车，像是一个冰锥重重扎下，心脏碎成千疮百孔的疼痛。柳如烟的眼里藏不住的沉痛迸发出来，嗓眼一甜，她真怕他会当着他的面吐出一口血来。他这样拼命护着颜如玉的样子，让他极度的烧红了眼。原来当一个人不信他的时候，全部的过责都能往他身上推。他似乎想说出什么辩驳的话，当话到嘴边却又硬生生的吞咽回去。他还能说什么？ 他的阿强在他的面前说他要是敢伤另一个女人，他就跟他拼命。我没事。颜如玉只是伤到了一点，阿强就紧张的不行，他不想让他担心，立马安抚他的情绪。你别紧张，我们回家，你帮我上一下药，你别骗我，真的没有伤到哪儿吗？阿强紧张的都快哭了。你知不知道我多害怕？这句话让柳如烟瞳孔陡然一缩，她的心都快疼碎了。真的没事。颜如玉安慰着他，直到让阿强确定他是真的没什么大碍后，两人才相拥着一起离开。从始至终，阿强再没看过柳如烟一眼。 但他知道，在颜如玉的车刚开走后不久，柳如烟也上了自己的车。驾驶着豪车紧跟在他们身后，一直到颜如玉的车停在潮汐别墅，他的车也就跟着停在了潮汐别墅。但他没有下车，只要下车窗，远远的看着他。阿强没有理会，扶着颜如玉进了家门，安安已经睡着了。阿强进而同房，温柔的在他脸上轻轻亲了一口，然后再轻手轻脚的走出来，找出医药箱给颜如玉上药，痛不痛？他问，痛。颜如玉温温一笑，你亲我一口就不痛了。阿强这才放下心来。 侧头亲了他一口，而后想了想，最后说出一句：“阿玉，我们这个礼拜三就离开北城吧，去一个没人能找到的地方。就你和安安，我们一辈子生活在一起，再也不回来。”空气突然安静下来，静的只能听见两个人的呼吸声。就在阿强以为是不是自己说错了话，又准备收回的时候，颜如玉猛地握住他的手，紧紧的，嗓音沙哑：“好。”他像个孩子一样，那种空谷子里流露出来的兴奋，藏也藏不住。好，我们离开，为了搬离北城，阿强做好了一切准备。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准备离开的前一天，柳如烟的特助竟然出现在他面前。贺先生，你认错人了，我不是贺先生。阿强心平气和地微笑道：“特助叹了口气，贺先生，之前的事情总裁已经知道错了。无论你要怎么样惩罚都可以，但能不能别这样不理总裁？以死去的这一年，他每天都在地狱里度过，每天都抱着你的骨灰盒睡觉，以这样用别的女人气他，他真的会死。”想起柳如烟地狱一般度过的一年，特助只觉得心酸。贺先生，你不知道总裁这些年有多想你。自从他跳楼之后，他就每天都对着尸体说话，仿佛你还在这个世界上一样。好不容易柳家劝他把你去火化。 可万万没想到，你的尸体才刚刚被送进去的那一刻，他就像是疯了一样，要跟着冲进去。他说他不要把你火化，他要好好的保存着你。特助声音越来越哽咽，总裁一直是个冷静自持的人，我从没见过他那样疯狂。如果不是工人拦着，他可能就真的不顾生死的冲进去。你曾经说过最大的梦想就是和最爱的一起环游世界。于是这一年，他放下所有有事集团的事务，带着你的骨灰盒去了全世界各个地方，就好像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贺先生，他真的很爱你。我曾经听他对着你的尸体说，他从没爱过伊藤城，是他认错了人，从头到尾，他爱的人。 就只有你了。全世界都知道贺强有多么爱柳如烟，可柳如烟爱贺强，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犹如命里一样，守在自己的心底，整整十年。
他一直以为柳如烟从未对他动心，可柳如霜却说从始至终他爱的人就唯有他。他一直以为柳如烟会为他的死大快人心，可柳如霜却说他成宗成母，抱着他的骨灰盒生活了整整一年。贺先生，他真的很爱你。这些天你要离开北城，他一直都在酒店买醉。我打开房门的时候，一屋子全是酒瓶，我真的很怕他会喝死过去。没了你，他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求求你去看看他吧，不要再这样折磨他了。他这些天都在喝酒，多么可笑！他终于得到了他的爱，可却偏偏是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些想笑，于是他便也就这样笑了。你知道他之前对我做过什么吗？现在装成这么一副痴情种的样子，会不会太晚了一点？抱歉，他为我做的这些事，我一点都不感动。他喜欢谁，也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过去的一切，我都已经不在乎。既然一年前贺强死了，那就让他死在所有人的记忆里。我已经放过自己了，请转告柳如烟，也让他放过自己吧。长夜漫漫，翌日，阿强抱着安安到达机场。颜如玉说公司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阿强先带着安安在候机室等候。眼看着登机的时间就要过去，阿强心想着是不是颜如玉那边出了什么事，把安安托付给保镖。刚要打个电话问问，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充满紧张的女声，他猛地回头，发现竟是柳如烟。不知怎么，他此刻竟发了疯的朝他跑来。不过很快，阿强就清楚了，因为在他打电话的时候，一辆黑色的汽车正失控的朝他这边驶来。可是就在很快要撞上贺强的时候，一个娇小的身影猛地冲过去推开了他，迎上了这辆车疯狂的撞击。砰！地上一滩鲜血，如同血泊一般的氤氲开来，触目惊心。阿强怔怔的看着，好半会才终于回过神来，朝被撞倒在地的柳如烟跑去。阿强，柳如烟缓缓伸出满是鲜血的手来，想要摸一摸他的脸，可只要一动，就是拆骨剜筋般的疼痛。他吼得很大声，可柳如烟却只觉得心满意足，仿佛被夸奖一般。阿强，别哭，能够为你死，我不知道能有多么的幸福。谁让你为我死了？柳如烟，你欠我的那么多，以为一条命就可以还清了吗？我告诉你，休想！是我欠你的太多了。柳如烟满是疼痛的眼神刹那间暗淡了下来，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虚，这辈子是还不清了。阿强，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等我下辈子好吗？下辈子他一定好好的爱他，会对他好，再不会让他受到哪怕一丁点的伤害。别想着用这种方式赎罪，我一点也不喜欢。你就算死了，我也不会在意。你要是死了，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原谅你。阿强大声叫着，可柳如烟已经听不到了。救护车一路疾驰，将柳如烟送进了医院。最后诊断结果出来，柳如烟脑部受到严重撞击，虽然抢救及时，也清除了淤血，但有极大的机会都不会醒来，成为植物人。阿强听完医生的报告，满手是血，站在柳如烟的病房前，给颜如玉打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阿强，阿玉，我这边出了一点事情，我们去北城的时间可能要推迟了。我知道了，你别害怕。颜如玉的声音温柔而沉定的传来。你回头，他回过头去，发现颜如玉竟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他身后。阿玉，阿强飞奔着朝他跑过去。柳如烟，他事情经过我都知道。颜如玉轻声道。阿强，柳如烟是因为你而受伤的。你要是想留在这照顾他，我们就留在这儿，等他醒来后再离开。阿强像是明白颜如玉误会了什么，连忙从他的怀里出来。我不会照顾他，我会请护工。阿玉，我现在爱的是你，我要留下来，不是因为我还对他余情未了，只是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不能直接离开。颜如玉之前一直提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他像是明白了什么，摸了摸阿强的头发，温声道，我明白，人都是要好好告别的。阿强，好好和你这十年告个别吧，然后彻底开始新的生活。阿强浑身一震，眼泪缓缓流了下来。遇见颜如玉，何其有幸，几乎花光了他一生的运气。过了危险期，柳如烟还是没有醒来。医生说他变成植物人的几率很大，他每天都会和颜如玉一起去看他，跟他说了很多话，有的时候是回忆从前，有的时候是骂他，有的时候是跟他说他真的要走了。柳如烟，你醒来吧，我想离开了，你放过我吧。他是死是活跟他没有一点关系，但他绝不能是为了救他而死。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他说的话，柳如烟放在一旁的手指竟然微微动了动，左侧也有眼泪缓缓流下。他想和贺强说，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很长很长，长到不愿醒来。我梦见和你的婚礼上高朋满座，万户贺天，你千杯不到。第二天醒来却发现仍是太虚幻境，求而不得，但是得结束了，不能再拖着你。半年后，安城举行了一场轰动全城的婚礼，严家大小姐和贺家大少爷喜结连理，并蒂花开。颜如玉拥着贺强站在窗前，一起看柳如烟从国外寄回来的信。或许是宿命，她虽然醒来了，但前阵子却确诊了癌症，在国外疗养，并没有多长时间好活了。颜如玉埋头嗅着贺强的体香，温柔道，老公，他写了什么？贺强为老公这个词红了脸，却还是轻声道，他在跟我们告别。还有呢？柳如烟道，他还说对不起。还有呢？他说祝我们幸福。还有呢？颜如玉宠溺地问。还有。贺强叹气，却摇摇头，不想说他了。颜如玉吻在他的唇边，轻声道，是不该说他。宝贝，以后的日子说说我们，一世以你。床头放着的一对钻石戒指泛着淡淡的光，就是彼此爱的归宿。颜如玉，谢谢你，我爱你，多庆幸你也爱我，那么多年